看着一大片，密密麻麻，整个车侧全部都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新车自驾从西安到达云南，在做汽车的首次保养时出现意外情况。我们在环中国西部自驾，现在到达了云南省丽江市。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丽江市区，准备去首保，因为我们的车已经开了4700多公里了。对，我们是5000公里内免费首保。其实开了这将近5000公里吧，感觉一路磨合的还挺好的，这个车。去首保也就标志着这辆车已经结束磨合期了，刚好也要马上进藏了。对，我们现在已经到丽江了，这个好像是全国都可以做这个保养的。对，只要是五菱或者宝骏的 4S 店都是可以的。对，还有5公里就到了，我们准备去做首保了。一直把回上路呀。你咋老不看右边吗？你往前开点再拐。他妈左边成啥了？左边咋有这样？这应该是泥吧。你往前开点再右拐，要不然你右后轮绕的刺到这个宝骏。我来了，来做首保了。哎，你好，麻烦问一下，我这个首保的话，我是需要登记吗？还是第一次保养？对。到达 4S 店准备做保养时，我们才发现了一件令人头疼的情况。还需要别的东西吗？肯定行驶证的东西。行驶证。行驶证在哪儿？在屋里头吧。有吧。不知道啊，我们的车上不知道沾了什么玩意儿。得是前头车漏油，然后你看到这一块。哇，这怪不得我就说为啥镜头为啥是 OS 呀，那这咋办呀？这弄不掉啊，这能够掉吗？这是黏的很。我醉了，你啥子？这是刚那块小路给喷倒了吗？好像是。啊，好累。心累，咱这么应该胡扯的，然后突然，为什么会遇见这种事情？头疼，不知道咋回事，他就搞到这上面去。嗯，好，谢谢。哎呀，这轮毂上面全是这。刚也不知道啥字喷的吗？我都不知道咋弄的这个，你看要抠，这抠都不好抠。这已经凝固了。我感觉这像啥？这像是那修路的时候那帮胶。你看这，看这就是修路呢，修路那帮东西。啊，翻车！胖虎上也有，这个胖虎上也有。哇，这麻烦大了呀！北油哦，应该是北油。嗯，北油，沥青，沥青跑到车上。我查一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有点头疼啊，心态有点炸，太难了。我前两天刚查过的车，真的是醉了，头疼。这好像是，这是沥青。嗯嗯，我们都没注意在路上走。如果说少一点的是肯定，但是那个主要是太多了。对，他这一边全是这。嗯，这边全是，估计是走到路上那边喷沥青喷到了。有可能。你完全没有感觉吗？没有啊，那我们一会儿这个车就放到这儿就可以了，是吧？你们要出去吗？还是吃个饭？那个倒可以，但是肯定要给你们，这之前要给你们那个核对一下他信息。那你咱先核对吧。嗯。其他的到我这边没什么了，你们是要出去吃饭对吧？对。可以。对。这边我这边他们也没到，我直接派给他们就可以了。好，那我现在车就放这就可以了。对，钥匙放车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刹车油看好像不太多了，你能不能看一下？没事，那个他们都要看的。好的。就是如果说没有在正常的纤维，那个是可以做一个免费的。好，谢谢。这个事情，这个我直接先把你问启动，先问一下启动。好，谢谢。好，谢谢。不然问了什么结果，到时候我告诉你们，就说好不好处理，或者说是怎么那个又说吧。好，先去吃饭吧。好，谢谢。无奈我们也只能先去吃饭，等吃过饭后再去想车上沥青的问题。我们来吃饭了，但是吃饭之前呢要先洗手。那洗手老板给我们了一个喷壶羊蛋。我是家里的大气气压不够，再打点气。
洋气。一看着飞。我感觉有点像妖力宝，你看妖力宝直接盖到地板上，好的呢，就是那种搭顶妖力宝，或者说你可以到那种店里面叫他们帮你鞋型，或者你那个自己鞋型。行可以，因为我们只有化纤器，如果说洗多了你那个我们洗字洗得点洗得掉，但是洗多了太伤漆了，那个东西你就柏油清洗剂是可以洗掉那个东西的，不伤漆是吧？它柏油它你那个就柏油嘛，它就专门洗那东西的，柏油清洗剂比化纤剂效果也好点。那就好了，可以，但是可能也不敢百分之百说你这个漆可能就会那个可能会有点影响的因为它毕竟是有那种化学成分的东西，这个东西然后保养的话就是这个是保养的是早就好了，这个是那个出门条，可以没问的。好的。然后你们这边车子，它那个下次保养时间这边也写着了，哥，公里也有了。然后下次就是我们随便在哪保养都可以，不一定来 4S 店，是吧？但是一般前期你们这个车主要推荐你们去 4S 店。啊，好的。因为你们车的话，它前期有个三年，那个60,000公里的质保嘛。如果说打个比方，说你们这个车子如果说是你们机油在外面换了导致发生的问题，厂家他是不会认的好的，他厂家也会根据你的保养来看，如果说是变速器嘛还可能好一点，但是发动机是他这段时间管理有点严的，就是像我们有些客户如果是他除了首保从来没做过保养的，厂家这边是有些情况下会判定为就是直接就是拒赔他要根据这个来。然后这个就是单子了，就是我们说的结算单。好，谢谢。车已经在这里，就相当于保养结束了。对。好，谢谢。洗车是也要给你们讲一下，我们这里是洗不动。好。因为他们没有洗车的那个。明白。好，谢谢。这个机油它换的是全合成的吗？还是没有，就是普通机油。普通的矿物机油吗？对，就是半合成的。它这边的话，所有一次的保养的都是那种普通机油。好的。你们后期可以根据你们需求啊那些，可以换好的都可以。那就是我相当于这个机油最多撑5,000公里，我们就得换了。如果说打比方你们回家了之后，你可以说是可能你们这种跑的话应该是会超过吧，还得跑10,000多公里。没事，你们跑回去的话然后直接保养了一下。好的，因为公里上它就已经到了。好，谢谢。没有，慢走到外面。这个要赏起这个沥青，这个很烦，心情一下就不好，很烦。你看这，哇，一大片密密麻麻，整个车侧全部都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不是我们的车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是有生以来我见到别的车遇见过这种事，这种让人难受的事。没得发了，这都算是省油洗的吗？离开 4S 店，我们准备去洗车，但是因为马上就要进藏，所以提前订购了进藏需要的东西，准备去取过快递后再去洗车店。我们呢，中途买了一次快递，把它寄到我们这里。对，这个是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这个呢，就是我的马扎，搞丢的马扎，我们重新买了一个。一会儿呢，我们就去把这个漆弄一下。说到这个漆，瞬间心情很好，还抱歉。拿我啥死吧，给你死死不开。我们买了刚才那个马扎还有氧气，放了上去，本来想放上边就不用站后边了，但是放不下得放后边了。哎，搁到我咋我想对，在这边前面没有，就在侧边。应该是人家那块修路，然后压过去之后，所有路过的车都有了。咱们这边是有那个柏油清洗剂吗？就是对，刚看我这儿有卖的那个。我不洗里面，就只把这个洗掉就可以。最低你要给我50块钱啊！50啊，这么贵？那我这个毛巾，妈，你看毛巾都要费一块。啊！这个上面还。用一个两瓶还用不完，我的本钱都不够了。便宜点呗，没办法了，这少多的要少了点，这个慢得很。少个一二十呗。少个一二十，我一瓶就10块钱，你我用两瓶还洗不完，你把自己洗，便宜点呗。太慢了，我的毛巾还要抹，毛巾抹了一块就废了，那洗都洗不掉，那个毛巾你不抹不行啊。40吧，我们又不洗里边嘛，就外面。就光把这块这脏的这一洗。对。我用嘛。
行，那就四十了。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嗯。我们也是下车了才知道这边有油漆。如果再加那个。就不好洗了，但是更不好洗。那是一个喷上油喷几道呀？大概下午四点的灯火，应该是下午四点左右。哎呦，这个味儿好大呀！这个味儿很大，这个不会上车漆吧？啊，不会上车漆。不会，那就行。新车还挺。没事，他们有的人有钱贵的话，你们可以来买这个十块钱一起卖给你们，你们自己。主要太麻烦了，我们也没弄过这个。我们查网上了，但是因为我们出来旅游的嘛，对对，不方便。本来我们以为可能这一路上我们不会洗车了，对，但是呢我们还是来洗车了，就在后边。对，其实也不是洗车，我们掏的钱只是洗掉那个柏油的钱。柏油的钱，对对，比较麻烦，因为那个太丑了，太影响这个市容了。对，哪怕上面有点灰，其实我们都能接受，我们自己也可以擦干净了。对，但是这个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呢只有来这块去洗了。谢谢。好，谢谢。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快上车，让我们继续出发。